自称为真正的三国无双吗？可以吧？
心了。你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。你真是厉害呀，银平，父亲也会为你感到高兴吧。我一个人也可以。就是那种感觉，果然了。总算能放心了。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你真是厉害呀，银平，
父亲也会为你感到高兴的。不了解战争的愚蠢之徒，是来献上首级的吗？撤退了呀，总算避免了最坏的事态，可是我军也伤亡惨重，已经无法继续北伐了吧。我斩杀了敌将。